这个是我现在正在剪辑的《稻城亚丁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段。这里有一段哦，是放音乐进来。好美啊！好，然后重点来了哦，下面这一段是在很美的画面，有一个溪流在前面。你看这些，在风景区，你看一些。啊、哦、，OK， 你看这么美的画面怎么办？那么吵死了，真的是这些大妈哦。我现在只能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这个影片里面的声音把它拿掉，把它下修，把它变成这一段呢都没有声音，就变成是这样子。好，但是呢这样很干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我们去网络上面找这个流水声，把它放进来。Small stream。这个就是流水声，这是网络上面找的啊，在 YouTube 的后台也都会有，你就可以用来，你看咯，就变得不一样，本来是很吵，对不对？变成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声音慢慢进来了，看到，真的不一样了。OK， 那声音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就好了。所以这一段呢是，这一段就是流水声，啊，然后呢就是渐渐收尾这样，因为它下一个画面是这样。OK， 可以再长一点，让流水声慢慢不见。再到。这样慢慢不见。好，那这里有背景音乐嘛？背景音乐到这里，背景音乐到这里。但是呢，这流水声这一段呢，可以大声一点。流水声这一段，这段是流水声，那声音给大声一点，差不多这样子。OK， 就这样子。能不能很赞？不错吧？赞到 ，OK。